今日も疲れたな。ふるさとが懐かしい。恋しいぜ。久々に腹いっぱいの飯も食いたいな。写真見てみろ。何？これぐらい。俺の息子だ。お、大きくいいな。敵中だ。敵中だ。敵はどっちだ？武器だ。将軍、大変です。鈴木連隊長は待ち伏せに落ち大損しました。武田連隊も後ろから襲われました。主力部隊に伝え、武田を救い出せ。報告します。いえ。藩人駐在部隊は新四軍の奇襲を受け奪われました。しまった。もしかして丹住が望んでいるのは藩人だぞ。主力部隊に伝えろ。すぐに部隊を集結し藩人に戻ると。はい。丹順。斋藤肯定是知道自己上当了。通知老孙，让他把鬼子放走。是。咋回事啊？我正准备把鬼子杀个片甲不留呢，你咋下命令放他跑了呢？你是不是认为在新四军皖南支队，你是最猛的？啊？我啊？鬼子，那是认为咱们的大部队在反掌，所以他们才匆忙后撤的。如果知道咱们在马家冲，那他就不撤了。司令，司令，鬼子的军营让我给炸了。好着呢，城里的小鬼子到死都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成了糊涂鬼了。好，兄弟们，咱们去中分村。走，走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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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将軍、徹底的に捜査した結果、新四軍の一切を発見しません。小島君。は。将軍。教えてくれ。君が言った新四軍の主力はどこだ？将軍、岡村師団長からの命令で即刻羽後に戻れと。司令，我估计诸葛亮也就你这水平了。不许拍马屁啊，来点实惠的。哎，啥实惠啊？好长时间没吃肉了吧？哎，馋不馋？馋啊！把你那马杀了吧。哎，那可不行啊！吃我的肉也不能动我的马。哎，老孙这么一说呀，我倒想起来了。现在我们大部队和老百姓全部都集中在中分村，这粮食的压力是个很大的问题啊。我们上次缴获的日本人的粮食已经吃得差不多了。老孟说的对，现在无论是对于咱们还是鬼子，粮食都是大问题。鬼子的运输线已经被咱们切断了，所以如果他们想长期在繁场驻扎的话，就必须弄粮食。以他们以往的习惯，肯定是到附近的村子里边去抢。可是现在的庄稼还都没熟啊。对啊，就是要赶在庄稼完全成熟之前把粮食抢收上来，让小鬼子一粒粮食都打不着。好，我马上让尚梦哲你这个动员令。好。哎，老孙，咱先说说你那马的事儿。这样行不行？我不杀他，但我砍一块下来。你放心，我砍完一块，你那马不死还能跑。哎，那可不行，我的马还留种呢。
投身革命，个人的一切在国家面前都是那么轻若烟尘。陈敏，一凡同志的血不会白流。你是怎么认识杜小秋的？哦，在上海就认识了呀，他是卢湾女子学校的。以前一直没听你说过吗？这没什么可说的。别不好意思了，是女朋友吧？嗯，不是，真不是。你可别乱说啊。好好好，我不乱说。他好像不是上海人啊。918之后跟他父亲来到上海，然后不是说好不说了吗？哦，不说不说。这里条件很艰苦，以后你要多多照顾他。没法聊了，我走了。哎，哎，真是，你一点都没变。天敏，你好好照顾自己，我先走了啊。斉藤君，藩事に入って以来、君がやっていること、君の戦績に似つかわしくない。将軍閣下、大変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将軍閣下、ご処分ください。前の二つの戦い、軍の士気を大変傷つけた。藩人の重度の休養不足に加え、このまま続ければ藩人にいる意味がない。将軍閣下、藩人は皖南戦局の要地ですから。私にもう一度機会を、必ず逆転してみせます。よし、もう失望させるな。はい。浜子さん、ご指名です。あちらへどうぞ。私に？はい。お待たせしました。食の家に泊まったがいいな。その前に俺様と。やめてください。
将軍、助けて、将軍、助けて、助けてください、将軍、将軍様、助けてください。浜子さん、急にふるさとの料理を食べたいから作ってくれないか。はい。难道忘了你的使命了吗？没有人能够救你，你只能靠自己。告诉我吧，到底有什么新的情报？对了，孟科长让我抓紧时间通知大家，去糖果吧抢收庄稼。收。很好，尚先生，你已经在为帝国做贡献了，谢谢。佩文，嗯，你觉得新来的小秋怎么样？小秋，我觉得他人挺好的呀。他帮咱们照顾伤员，前两天也累得够呛。怎么了？我怎么觉得孟哲每次说话之前都要先看他一眼，好像很怕他。那就是尚孟哲喜欢上他了吧？你没听人家说吗？要是一个男人喜欢上一个女人的话，就怕他，就尚孟哲这样。我看小夏也不敢拿正眼看你啊。真的？怎么不敢看我呢？好你个甜米啊！你敢笑我？你说，你说错了没有？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这次到民医队好好干啊！放心吧，我会积极开展工作的。有什么情况，我向您汇报。哎。田队长。孟科长，小夏，田队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不欢迎啊？哎，哪儿啊？快快，请坐，请坐。不了，不了，不了，我来是有两件事情宣布。第一件事，
经组织研究决定，小夏同志现在正式加入民运队，担任。放这儿，慢点啊！王队长，哎，来，放这儿。王先生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乡亲们听说新四军在帮助我们收麦子，我们把自己省下的粮食做成了干粮，这个收下吧。谢谢大家了，马先生，老百姓现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这干粮我们不能要。哎，田队长，你怎么能说这话呢？新四军收麦子，不就是为我们老百姓收吗？不就是为让我们老百姓不饿肚子吗？而且收麦子可是个体力活啊，怎么能让他们饿着肚子去干活呢？再说了，樊商城的百姓这次能活着出来，靠的就是新四军。是，来，收下吧。马先生，不能为难我们，新四军是有纪律的，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。走走。什么纪律？我马格文不明白。我只认一个道理，老百姓省下自己的口粮给新四军吃，新四军吃老百姓的粮食，帮老百姓收麦子，不就是为让老百姓吃饱，不让鬼子抢走吗？咱们是一家人，怎么说出两家话呢？你们大家给平民这个理。田敏，我觉得马县长说的有道理。不行，我们有纪律，不能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的。不，我觉得梁佩文同志的意见挺对的。是啊，田敏，你说老百姓辛辛苦苦省下来这么多粮食，跟马县长一起给我们送过来，我们要是不要的话，马县长就这么拿回去，那他们怎么想？对，你们如果不收的话，我们大家就不走了。对，一定走。
你倒水啊。王司令，喝口水。司令，这田队长啊，肯定不是故意违反纪律的。你看你刚才那态度，这我态度怎么了？啊，我蛋！哎，还生气呢？你说谭司令这人也真是的，真没想到他这么不近人情。我们确实不应该拿老百姓的东西。就算他没说错，那也不能跟女同志发火呀，是不是？啊，检讨我们可以做，但是前提是他必须跟你道歉。孟哲，你就别说了，你们俩分头去看看，让大家抓紧点时间。心里不舒服了？用不着你管。你做得很好，毕竟是老乡，关心一下也是应该的，说不定对我们有帮助。将军，ただいまは渡辺からの報告で、
新進軍は投稿席で収穫活動を。何だと？早めに？単純。武田、鈴木、今すぐに部隊を集結させろ。投稿席に行け。はい。報告します。找掩体躲起来，让小鬼子炸，只要他们炸，阵线就不会前移，就给咱们后方争取了时间，明白吗？明白。同志们，找个安全地方藏起来，让鬼子炸个够。走。都打起来了，是不是没咱什么事？好啊，打得越热闹越好。那不。
都白来了。我出来什么时候做空过？让他们两家先打着，咱们去抄新四军运粮队的后路。大批日军从发沙坡出了，已经在唐古巴聚集了。看来鬼子已经知道咱们在提前抢收粮食了。老孙，哎，你带着四团，把剩下的活干完。我和虎子去会合，阻击敌人。是，天明。到。把粮食赶紧装袋，运回中村村。是。攻撃を中止しろ。